屏东啊，那10月10号呢也有到彰化，所以总共的油槽呢已经都封存了啊，已经都封存了。那我们已经在昨天也公布了23项，103年呢有23项的这个品项，那102年呢有31个品项。那现在总共54个品项当中，已经发通知给各县市卫生局，各县市卫生局呢，已经知道这些下游厂商。那目前我们正在比对各下游厂商，他们利用这一些原料油去生产它的品项，要自主通报给各县市卫生局。以上。